大家好！耶！哇，太
开心了啦！6月22号专辑到现在拿了9个榜的冠军，恭喜九冠王！谢谢。耶、yeah! ！九冠王有什么得奖感言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天气好热，你们不要中暑了。哎、欸，对。想不到那个熊霸集的那个票房这么好，大家都要去看熊霸集。你怎么突然打起片来啦？对啦，熊霸集很可爱啦，不过大人才可以看哦、喔。对啊，是限制级的哦、喔。限制级的，你不能看。然后未成年的不准进去看哦、喔。不过呢，要聊到林宥嘉这一次大小说家专辑，我觉得真的很酷，很成功哎、欸。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、很会用歌声来说故事的人。谢谢。你现在在对我放电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没有哦。所以要问一下林宥嘉，在这个制作专辑期间，你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吗？因为很投入。我在制作期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聪明人。哦。因为我想了很多东西啊，然后就是把它这样都做出来。但是我的努力不懈，就是跟傻子一般，坚持。了解，在专辑制作期间会发挥你聪明的样子，努力的把很多想法放在里头。可是那个傻劲，又是一个你知道不服输的精神，一股傻劲把这个专辑做到最好。哇，所以真的是一个你知道天才与傻瓜的结合，就在你身上呢，非常非常贴切，对不对？客气了。客气了哈，好，对，所以呢，林宥嘉都提到过，这一次新专辑大小说家发行有这么好的成绩，要不要利用这个机会，也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。为了感谢大家呢，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小礼物给来签唱会的大家。哎呦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就把礼物梗给 Q 出来吗？还是在歌曲过后再做揭晓？好啊，好不好？不如先来唱这一首歌。这首歌听说是在林宥嘉这个专辑发行之后呢，第一打、第二打、第三打，慢慢的浮出来之后呢，听说这首歌也慢慢的有一种后来居上的感觉，后劲很强。对，所以它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学唱歌，然后一起在唱歌的时候一起合唱的歌。好，那你先喝一下水。哎，多喝。夏天要多喝水才会。对。想出来喝水。记得对，记得多多补充水分。天哪、啊，潮州的吴尊连喝水都这么帅，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帅成这样该如何是好？没关系啊，希望那些被我帅到的可以原谅我。对，因为真的，我刚应该说一下，就是说长得帅不是病，但是帅起来真要人命。哎呀，好啦，好了，不要再亏他了啦。所以准备好唱了这首歌。准备好了。第一次演唱哦。对，我第一次听到你现场演唱，对，这首歌叫做是。浪费。欢迎。